堂郑公主团前来进行今天的议政汇演，欢迎大家莅临我们大溪普济堂郑公主团，代表我们俊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也是我们直年郑公主简宏宇董事长，以及我们郑公主团全体筹备委员会全体一同，欢迎大家莅临，欢迎。对啊，他们100多年了。大公正路主政府基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，诚心敬意恳求代替来查仁安社创社100周年庆，要敬平安先风歌，恭向中大元帅圣驾坐前，平迎驾礼，一敬香拜，再敬香拜，三敬香拜，献上千香，恭迎来自临安社创社100周年庆，要敬先锋歌，中大元帅圣驾莅临，祝前金碧饼礼敬奉，恭迎中大元帅先锋歌驾前。平三敬献礼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饼礼。祖前金碧金秋节炮。八仙荷菜一株，恭向中大元帅圣驾坐前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秋节炮，八仙荷菜，恭祝中大元帅神威显荣，牛尾鼎盛。那么这尊马九九阿拉呢，我们的新盛龙狮记忆坊，我们回赠我们简宏宇董事长，见天南岭和平一座，掌声鼓励。感谢我们新盛，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哈，感谢我们新盛龙狮古艺坊，我们的所有的执事同仁。我们回正号、哦。
来，我们也拍照，我们合照一下。来，动作小一点哈，动作小一点，不用急，不用急哈，动作小一点。建设百年，我们的执年炉主哈，我们的李安董事长，那么率领我们兴盛龙狮古艺坊所有的同仁，回赠我们今年大溪普济堂我们的正炉主简同宇董事长，我们的红坛贺匾，来恭祝我们今日正炉主坛恭迎圣驾盛典能够圆满成功。